2021年4月11日，这一天是我第二次到龙洞拍游隼。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两颗蛋蛋，青鸟飞出去了，然后两颗蛋蛋就在巢穴里。有可能是青鸟把蛋蛋推出来外面一点晒太阳，这是这一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。还蛮期待它孵化的。这一天距离雏鸟孵化日期还有12天。这天刚到凉亭的时候，现场还下起了大雨。我一直等到天气放晴，然后就到峭壁那边拍一段飞行版的。我们看影片吧。哇！呀，游隼叫声，听到游隼的叫声了。下雨了。这里那个斜射飘进来了，先要看一下那个。看一下雏鸟在不在家，还在家，应该还在飞蛋。哇，出太阳了，没下雨。这边感觉等下会不会再飘过？先跑先赢，这边已经有游客在这里。现在我先去那边看一下，来 go。然后这边又下雨了，我找一下游隼。